宋祠里面最漂亮的物件，叫做汝窑，你能查出来的资料不会超过100件。可是所有的内行人都知道，已经面试且偷过鉴定的，不愿意曝光的，总数应该超过1000件了。汝窑有没有月白色呢？五大名窑其实都有白色系的物件，并没有那么纯粹，只是因为一个雨过天青云破楚，就强行扭转了所有颜色的判读。住10年的收藏心得告诉我，几乎每一种窑系都有造型上的基本款，不外乎都有梅瓶、长颈瓶、葵口瓶、倭口瓶、玉壶春瓶，颜色亦然，几乎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白，称之为月白。连最蓝最红的钧窑系统也是有月白色。问世的汝窑瓷器已经有1000多只了，在 Google 上面的资讯还停留在80几只，早就不知道落伍多少年了。当然也因为有更多的收藏家出现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手上也有如此精品。这只是什么窑系呢？看官们你就自己猜猜吧。